哈喽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本期的乐城看球。本期的话题呢，我们聊聊中超。在昨天是中超第24轮比赛，昨天晚上北京国安面对武汉三镇，最终呢北京国安是0-2输给了武汉三镇。武汉三镇呢继续坐稳中超榜首的位置。那么第一个进球呢是在上半场伤停补时阶段，侯森出击时滑倒，谢鹏辉助攻邓涵文打空门得手。第二记进球呢是在下半场的伤停补时阶段，戴维斯造点球，那埃德尔米尔森的操刀命中。确实呢这两记进球也可以看出武汉三镇的整体实力。而在这场比赛当中有一个争议性的镜头也是引起了球迷的热议，就是呢在比赛进行到33分钟，当时呢武汉三镇组织了一次有效的进攻，不过在最后的射门环节他们没有抓住机会，球是打高了，确实非常可惜。接着的就是北京国安这边组织进攻，在前场北京国安把球准备传到刘欢这边，刘欢是准备用头停球，负责防止他的邓涵文直接来了一个飞膝抱头的动作，可以看出呢这个膝盖直接顶到了刘欢的头部，那只不过呢是没有正中头部，如果正中头部的话，相信刘欢他的头部呢一定会遭受非常大的冲击，后果可想而知。这一次呢邓文涵的膝盖并没有直接命中刘欢的头部，但是呢通过慢动作回放就可以看出这个动作非常非常的危险，而且呢即使你去防守也不需要把膝盖顶得那么高，直接顶到人家的头部。当时裁判呢是吹罚了犯规，但没有亮出黄牌，所以呢通过慢镜头回放呢央视解说也是被吓坏了，这一球实在是太危险了，有点少林足球的味道，功夫足球的味道。这一球的这个动作明显是不应该出现的，如果刘欢顺势倒下的话，相信裁判会给出黄牌甚至红牌。所以呢邓文涵的这个动作呢也是在赛后遭到了球迷的批评，在比赛场中怎么可以用这种动作，这险些就是呢非常危险，威胁别人头部的动作。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